好，来看到就是达新对上了台皮的地斗战，昨天晚上呢是在新庄的体育馆开打了。总统夫人周美青呢一样是没有出席，只不过她迟到了将近40分钟，显得是有一点疲倦。而这场达新台皮之战，原本哦达新是落后了将近有20分，在第四节一路苦追了85-85平手，不过这个关键的6秒钟，台皮杨玉明他投进了制胜的一球，就最后台皮2分险胜了。所以呢，明天将要进行最后的冠军赛了。